桥本大龟一直是我一个特别尊敬的对手，就是今天我们两个是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低的，才能站上最高的擂台。但是今天非常遗憾，他在第二天出行出现了意外，然后非常可惜的带伤离场。所以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然后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去世锦赛或者说亚运会上我们两个再较高低。在来之前，我都会默认的告诉自己，就是逼好自己，就是要相信自己。然后做了一些关于紧张的心理建设吧，就是让自己的情绪稍微舒缓下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所以我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想把控盘做得更高，就是抓杠的时候更加飘逸一点，可能就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偏差。